来拿东西哦。就慈悲可以，慈悲不一样好吗？这个是指向的，慈悲那个是不用指向好吗？要滑鼠对到就可以补了。对啊，要想办法就是牵线，然后牵的那条线中间会有伤害。诶，慈悲其实也可以这样改。我的怪物手册三本有什么？有两本了。怪物手册、亡灵生物、怪物手册、变生物。哦。有啊，套装效果启动的话就要变黄色的。哎、欸，来，知道一只大小，这应该是要让它全消吧？来啊，我刚刚也是全消，不是吗？嗯，我刚刚那个是全亮，这个闪电是全消。来啊，不知道怎么全消啊？哎、欸，有时间呢、欸。啊，好，这是全消哎、欸，厉害，不清楚。其实牧师基础攻击很高哎、欸。哎靠！咦？哎？竟站在我后面？是废物老头死掉才是的哎、欸。废物老头，不是啊，我姐我因为 Angela 死亡，我死，然后啊、哦，然后他拉你，然后你也死、哦，好了，我们可以一条心了。我先放个补血，来，再过来，补，哎、欸，过来，补啊。哇！有花，我先在这等魔回。不行，我等下换回来。欸、我再放一次那个武器。啊。哇。不是我是母母，没事啊。我先去吃饭。好，我也去吃饭。到时候重买。好啊。那、啊、那个嘞，夜猫嘞。嗯，我都没事做。做继续啊，我们两个啊。还是小鱼要来。哇靠，重买。算了，我不要当牧师的。等那个起来吧，再领一下。上建房间，人确定好了，可以了。嗯，我这一季也没有断掉啊。中。箭射击有5%击暴击，
他继续就你不攻啊，嗯，造成二，要点的啊，被动基本上都是要点，一定要先点啊，对啊，我都是先点被动。移动，就你释放你的那个范围技能，哦，不怪我，你的移动速度，你的范围会增加。哦，好了，去啊！可以干嘛？二人说还一名说还要继续哦，继续啊，不然呢要干嘛？有了，还是有人有买。买的话来玩啊，走咯，可以，这样我们要去打那个吗？在想它难度会不会变低啊？哦，可以啊，要不然大家试一试啊。好啊，好像没了，很矿石，一颗。还是清完好了，办法。对，他每爆一个就撑一次怪，干对不对？嗯。
啊，蝙蝠你的哦。嗯。嗯，你有看到上面有个红色金蛋糕吗？啊，快死了！是，请说，哪里？有看到上面，这里、啊。盗贼！哦，盗贼，救他！我先去找那个、啊、找安妮。不能死！真的在这里？哎，有泉水。有泉水。干，想出什么东西花啦？我、哦、靠，我被围死，操！我先，要打中吧？这边围在那里，两个，要小心哦。要。俊欸，可爱。你应该有装备吧？装备那个。被打的枪，解谜的，解谜的好，好像也还好、欸，是乱开的哎、欸。哦，这个对、啊，这个就是按中间那个就好。哇，没事。顺便聊一下这边会不会按。打开盗贼，盗贼，干，左手边的，不是你们了，不是你们了。这样讲话的话是你开还是我们？我靠，就解锁成就之类的吗？应该没有，好像不是哎、欸，不是他吗？好像只是跟他讲话，然后说什么搞笑。
所以你有接受什么成就吗？没有。有托运吗？没有。没有，这关没有。等我一下哦。好。哇，找到了。这么近。哦，银钥匙。哇！有花，有花，有花，啊，小心！哎，怎么来了？哦，是。六百钥匙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小心存钱。一旦呢，我要先存钱。好，你存了吗？啦对。我回来了。阿贝的，真不像阿贝啊。哦，因为我哥就有压制。要被死住。有话、哦？有啊！我在里面这样闹，快打我啊！真是。我战旗耶！什么战旗？刚有个插旗子的耶，哎呦，有啊，这么凶哦！商店，哇！先看一下，没事，轻松。哎、欸，开了、啊，过来啊。好、
干西米是白痴哦，不是白痴，是神经病哦，不好听。啊，没钱。走了走了。反正等下就要出去了。啊。不用买。项链呢？负面效果，我的伤害增加50%。好的。对，先去送一下。成就派件。哎、欸，你看他旗子有没有？旗子还在地上。蝙蝠还是乌鸦、啊？我不知道。汤没有死。是啊。哎呦喂！应该是乌鸦吧。射手怎么越来越多？我知道，突然间红色的，我、哦、靠，下面有，下面的花，不然我刚刚 A 什么？我刚刚以为是你是说那些红色的怪，来了阿伯，请进，里面坐，里面请，我来了。我有10000块了，给他升级了。解锁盗贼，赌博最多购买3杯水酒。哪里？没有啊，我的那个酒馆就刚刚开了嘛，可是要花10个那个去解锁它。可是我现在应该没有盗贼哦，所以应该先开。解锁盗贼是酒馆哦。要开酒馆吗？还是先开铁匠的那个？没有这个，因为职业开的话是你个人的。哦，对啊，我说，所以我们要提升还是开酒水？酒馆，看你啊，看你有没有玩到二级，更高的兑换率，哪个啊？到了，好，是第什么？那个矿物的哦，他说更高的兑换率，所以就是钱更便宜哦。好，可以哇。然后一个矿石卖350，哎，多了150。然后阿贝、嗯，那个传送门进去啊，打中间那个魔术方块，打爆就会有一轮新的出来，所以你打越快，怪升的越快。
原来如此。对，只有等到最后面变红色的时候才直接打包就好。对，好了，走。哎，有钥匙，有人要死了，钥匙哦。你的模式一次耗多少？15，15，我靠，我25。我想说，奇怪，你的剑者都可以知道。这里，没钥匙。哎，我以为是大家共用的钥匙。阿贝来，我来啦。那、啊、你陷阱没先关掉才来，你好意思？啊，我正要去啊。笨死！阿贝，来！这下面有装备吗？还是没有？有啊，欸、没有，钻石而已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左上好像还有东西。没有啊，传送门啊。哦，传送门。就传送门。打。关。来吧，就乖还是清一清吧。好，吧。啊。我打他暴击，好爽哦。被红色的了，呜，好棒！我放一下补血。其实都不管效果，直接剪一剪哎、欸，会吗？都没在看。我是因为都是个人的、啊，对吧、啊？所以我剪完才在看。每失去1%生命，就增加1%普通。冒险加服饰，加25生命上限，加30魔法上限。杀敌人没损失1%法力，就增加0.5%伤害。哇，魔法知识不错哎！杀一名敌人可以获得1魔力值。好了，幻灵斜率。哇，多一点吧。有花、哦？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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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有那个弓箭手重生的。啊，我猜错了。
气太低吗？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回魔？我的天！他不是说几趴几率？30%的几率回一魔，一个魔力啊！我刚刚清了那么多批。哇！太飞了吧？哎、欸，找到了。好。开箱啊！开箱子喽！要死哎、欸！没有要死，没有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又有了？哦、oh, ，我有买哦。那个是永久的吗？没有，就有使用次数哦。Oh. 所以我在进来前，我都会各买一把。哎、欸，眼睛，眼睛，眼睛。吸血匕首。干，你还要吗？还有吗？没了。那个钥匙。我还有啊。哎、欸，不会早点讲哦。买几个啊？啊，就两把。哦，所以还是要买、欸，所以用掉就没了就对了。啊，可以一直放身上，啊、用掉没有。对。好哦，用掉就沒了。死掉我不会，我不知道死掉会不会消失。死掉也会消失。太亏了吧！安啾有花哦，安啾。有，我看到。下面有装备哦。好。哇，好大颗钻石，2000块了。我有2000了。我矿物只有4颗，有点少。5颗。它、啊、有一个东西，就是你矿物拿到有几率加倍。有啊，对啊，那对啊，可惜都没拿到。阿贝拿装备，狡猾斗篷增加回避率。要走过去。好。哎、欸，我慢慢走过来没事、欸，为什么？死掉就没了，挨个钥匙多少钱啊？250、100、啊。那个是银色的钥匙。哦，银色的。褐色的150。好像褐色100而已，褐色100而已。但应该也没开到银色钥匙，这样子。有，我刚刚有看到蓝色的。战旗打掉啊！上一局打掉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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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掉。要追多久？啊，我又是这个，我已经没钥匙了。好，那这个还要打吗？哪一个？不要打。那个啊、如果没钥匙的话，就不要打了。好啊。我感觉这边是有点刺激啊。刚花了空气会穿墙，好了吧。等下有个近战在打你，啊！哎，有泉水哦，记得去装。哎，哎，新的。我来看看，来吧，要干嘛的？我不知道。哇！这陷阱方吧。
要按照顺序踩哦。耶、yeah, 谢谢。蓝色的你的。我很幸运、欸。哇。好玩哦。哎、欸、早安你哦，要早安你哦、欸。对我知道。你要考什么？你开到什么好东西？嗯，珍宝小箱。是这个吗？不是加钱的吗？没有，珍宝小箱是那个增加生命，增加法力，然后增加攻击，还有防御。有了，按了。上面有那个宝物，都没了吗？好像我们原本那边好像有、欸，有什么？我们原本那边是不是也有锁起来的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？看一下哦，没有，不好意思，看错了。好像没怪了，也没东西了，喝水，然后装水。嗯，空只有四个，少，没存呢、哦，我都没存。他吗？大虫虫。嗯。按钮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哇、哦，下面好多洞哦。有花，有花。花死了！我的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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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发！我放一下补血，我放一下补血。啊！从哪边？有冷却石。干妈的！